啤酒类型的话，可能麦芽型的更好一些，就是我喝起来感觉更好一些。那国家的话，可能德国啤酒或者说比利时啤酒，它可能说这个，因为他们对酿酒的这个技术把控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所以酿出来这个酒，这个味道非常非常很好。因为我老跟老外拍片哦，我喝的这款啤酒其实是我刚才临时挑出来的一款，因为我比较喜欢喝就是甜一点的 sweet 一点的啤酒，所以呢老板就跟我介绍说他们这有几款就是适合女生喝的甜一点的果味的啤酒，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款，就是因为它是 mango 的芒果味的。哎，现在就是由于中国的市场会越来走向更高的一步，然后中国人也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喝惯了中国的拉格，慢慢的也会喜欢上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啤酒，口感、味道、产地还有它的酒标都会喜欢上。这种酒适合聊聊天，喝喝酒，大家没事坐在一起。现在在中国来说，中国人接受进口啤酒的能力会越来越高。你怎么来的？哎，我觉得你心里非常的乱，哎，很乱，心里特别的乱。背，等会儿你这背的。带来一些经典吗？我一般不带真产，因为我没有这个。啊，我先刷吧，一块试试。多刷两块。刷一块啊。刷一毛不行吗？刷一块吧。哎，不是。暂时的想法是先做，不卖，然后先做品牌，做味道，做口感，做到最好的时候，先让大家喝，免费送，等 OK， 大家知道这个品牌之后，慢慢的再去走向新的市场。喝酒啊，咱们没有榨汁机给榨一下，榨点汁儿然后兑酒就完了。哎，真不错，这个酸酸甜甜。幺二，然后你们俩再约一下。对。来，胡椒。我喜欢喝哪个？因为我一直认为啤酒这个东西，多样化，而且它的种类也是千变万化的，所以说我需要一个 Chinese 的 style， 就是中国的自己的味道。属于我们自己的味道，因为我所做的每一种酒，我没有像，没有模仿很多一些公开的一些那个啤酒的配方。嗯，很值得呀，因为毕竟他们是那个手工酿制的，那个人工的成本费用也比较高，而且也是精挑细选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来说呢，相对来说价格也就会加上去一些。嗯，a lot of our customers have taken to Chinese social media and said on the Chinese demographic have said very clearly, the prices are cheap, the beer is good, the boss is stupid, go quickly before it closes. Because they think we should be charging double what we're paying now. 这他妈折腾半年了，这杯子。就做这标就折腾半年。
哈哈